又是个暖冬，什么时候能看见下雪？放到地窖冰的旁边，更有雪的感觉了。哎呀，没有了，没事，我再拿一下。等一下，谢谢你。你这些鹅毛都是从哪儿弄的？这都是内务厅送的，李维他们不是要给郝亚送东西吗？我就想着，咱们也做点小孩的衣裤送过去吧。好呀。好。那个，新年顺意，自由自在。好，等我一下。